的蹄子，老哥。他们没说要买蹄子啊。垃圾食品，开封菜。喝点啤酒吃烧烤，他们是说要想吃烧烤。他说经常在孟开县经常吃中国烧烤，要试一下真正的中国人做的烧烤。我们饿了吗？吃烧腊，烧腊就烧烤吗？弟弟哥啊。梦不没来，跳一个。梦也没跳谁。他说明天还想不想还想来玩？哦，要跳完都来我。他说想去我的家乡玩。啊？我。嗯。梦娘公啊。哦，他们没有说要买蹄子，因为不知道有这个品种。哦，我们刚刚过了刚才那个摊位了，兄弟。吃火锅，小龙虾呀！他们想吃烧烤，烧烤有小龙虾吗？今天晚上把一杯收了。欢迎鸿运兄弟，怎么了？又想看衣服？谢谢。我等一下有小龙虾，我给他们吃小龙虾，可以。他们的签证是短期的，对。八三八哥，帝王蟹 ，BB 哥要去，这个帝王蟹靠你了，指望着你了 ，BB 哥，哪天你请我们吃帝王蟹吧。这是在云南，哇，这个不是肯德基哦，这个叫什么鸡？这个叫麦乐鸡，这个是山寨肯德基。这个山寨肯德基不行啊。多长时间的？八三八兄弟，这次可以停留，可以停留一个星期，但是他表姐家里明天有事要做酒席。大概率是明天回去。是的，回国了。哦，这个他表姐说要来这个公园看看。没有啊，他说到了晚上会有人来这里跳广场舞。我他那呢？啊，丽莎的表姐是来过江城几次的，她对这里熟悉，她知道这里晚上会有人来跳广场舞，还有放音乐的。这个是他们这边江城的一个公园。刚刚来的时候，他说就是想再来这个公园坐一下。我说先要买个号码，于是刚刚去买了号码过来。欢迎奇不怪兄弟，欢迎龙贵哥。叫表姐先回去。来。哎。他们说这个好漂亮。这个确实漂亮，这个在哪我没看过。欢迎坤哥。这个不是我要换号了，我那个大号被我昨天去看大号。今天去看大号被抬了15天，兄弟、啊。这有什么漂亮？这老外看不到这个，这种隧道没有啊。
直播间的齐不挂兄弟说这有什么漂亮的，我说他们在哪我看不到这种隧道，来吧。这边环境好，相逢哥让他们回去就是了。我看看啊，现在老挝的直播间不是大部分案件这两天被分了两个，一个15天，一个7天，一个30天，案件被分基本上都分了，不是我一个人啊。多久来一次？什么多久来一次？蓝端兄弟，谢谢曲俊荣哥的点赞，拜谁？拜红，拜红了，变成拜拜拜。啊，南，他今天回这个酒店房间。这个冲个澡，冲个凉再出来玩。还发个妆出来，他说。他说就有帅哥喜欢。哎，这家人那块太惨，不聊了。不聊。哦，这个是灯笼的图形。灯笼。百万元。他不会怕啥了？拜拜拜。卡了吗？这在云南啊。来北西山。哦，什么叫做你来说不来？来吧。来。直播的时候不要喝酒的，进来。好的，88哥。多玩几天，表姐先回去。表姐先回去，他们肯定是不通的。表姐的老爸是领导兄弟啊。欢迎漂泊的人，给他们骑一下共享单车。刚才他们看到共享单车了。给他们骑一下共享单车，刚才他们看到共享单车了，我告诉他这个是用来出租的，我说要不要租几个骑一下嘛，他们说不敢骑啊，他说在中国这里啥都不懂啊。三国广场我不知道，兄弟，表姐的老爸是啊。欢迎看客哥，看客哥晚上好，在云南帮他们找几个帅哥带回老挝去。不端。这是云南普洱市。摸一把，累不累？他说累。他说累了，要抱一抱。是的，我回国了。欢迎华仔哥，华仔哥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买一瓶茅台去看看表姐的老爸。咱们欢迎我们的华仔大哥。阿广来云南多久了？刚今天来的，看看哥。今天上午到的，应该说是中午到的。买一箱二锅头去，不用茅台。发财哥，这我是出来逛街，播着玩一下。发财哥，兄弟们好，发财哥晚上好。欢迎龙潭哥，龙潭哥晚上好。哪个？这个是什么啊？没娘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眼镜，韵达。嗯，没打着你。那你就谈快一下，不聊。啊，你没娘。这个是眼镜店，韵达。没打，再打。啊，没。不
能搭 lift 的噻哦。咩？可唔可以搭搭 lift 的噻喎？噻。一样。他问我这个是什么，我说是眼镜店。我们那边搭平啦，哎，是不？嗯，咩？天。佢讲个平，哎，佢都冇咁细。咩咩咩？是啊，我要五个。沙拉，我给你的。啊？沙拉。没有啊。嗯，沙拉的，你放着它。拜拜拜。嗯、不要，叫你啥？不要走得这么快。欢迎法子给他指导工作。在云南吃过桥米线，他们说晚上要冲凉出来吃吃米粉。它是他们县的，不是市里面的，县局的。户外直播。你看到花了？啊？啊，你看到花吧？没有。啊，没。这这躺快一下。不了不了不了。啊，那边红黑吗？哦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小区啊，这是喝，还没喝呢。喝了。啊，好。哦，蓝蓝。嗯，那座好漂亮啊。喝啊，黄金蓝蓝。中国的房子。太热了。太远了，那里。前面两个小领导走得太快了。啊，你们红颜啥？喂，他认识这个有老挝鱼啊，他说是这个大酒店。天豪。天豪，天豪。对了对了，天豪酒店。妈妈。这个阿伯认出了，这是天豪酒店，有老挝鱼啊。华大哥，你也来过普洱吗？普洱江城县，对。华大哥，你问问应该很多一样的，毕竟讲什么一样的，华大哥。啊？没吧？白菜。你咋说想去看看小孩子的游乐场？老挝跟普洱当地话是不是有些？哦，应该不，应该不是。帕萨劳跟帕萨尼喝了吧？没有。帕萨劳跟帕萨尼啊？他说不一样，你咋说不一样？啊？你对对对。啊，他说中国的这个车怎么是这样子？怎么有这么多灯啊？在那边裸烧。哦。在出租车。就刚刚不是普通的吗？面面面。哦。那边呀，啊啥？这个公园。เด็กน้อย不会不会คนเท่าลิ้น，ให้เด็กน้อยลิ้น，啊，他说他差，他盲猜啊，说是大人不来进，他盲猜，他说是不是，是不是大人不能进来玩，是让小孩子玩的。华仔哥跟广西百色差不多，我有时候看，有时候的，有时候留言，兄弟们的留言，有时候没及时看到，但我有时候拍点视频素材。这个公园。走那么久还没到酒店，B B 哥今天出来有点，可能走了有点远，我出来买号码嘛。那你们好兄弟。
看看他们呗。看看他们这个来公园玩。你们太高红花了吗？啊，是，这个是套圈的。是的，他说是不是老挝那边套圈的游戏？我说是啊。你咋过来了？要套一个吗？美诺不来 ，BB 哥心凉了一半。喂，教练，喂，不动，喂，叫别开的。嗯。明白吧？他说他姐姐啥都懂啊，他在来江城好多次了。美诺没来 ，BB 哥想念美诺来了。啊，这个你咋说？美诺没有来 ，BB 哥很想念美诺了。啊？他说好想买个兔子，这兔子买了大不回去啊。但是这个兔子是漂亮啊，兔子多少钱一个嘛？买回去啦。多少钱一个？啊？85吧。25吧。这不会。15块一个。笼子45。没哈，一哈45。哦，他这个笼子45。大不出国的，这个国。大得到要摩罕吗？那带不到。这个活体动物哪里能带？都不允许带。这些动物都把传染病毒过去的，大不了。这个哦，在那边都卤乱乱呀。这是什么嘛？这什么？仓鼠，都卤乱乱。多少钱嘛？多少钱？啊？40块。这个其实都可以买，就是带不过去啊，带不过去。这个应该你到别的国家都怕传染这些动物传染病毒了。他说我养乌龟就应该养这么小的。这个乌龟多少钱一只嘛？乌龟多少钱一只嘛？乌龟7块。7块钱。七百分。七百分都。烧白盆，烧白盆。烧就晒吗？它亮。亮呢？他说是哪里买过来的？等你奥北把它拿带吧。带呀，要射射噻。等你。啊。个白的。个白尿尿。买个兔子嘛。买。这个白回家了。我等一下，我看他们买不买嘛。奥北不带呀。人不黑哦，他说这个兔子带不过去，这个小乌龟可能它可以带过去。小乌龟这个容易死吧，太小了。这太小了，不好养活啊。这个小老鼠能带回去吗？这不等你奥北不带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兔子带不过去。巴西龟好养啊。真的，不得养不？养一的。叫射吧，射吧。阿广，阿你叫谈出来。这个，啊，你这个是多少钱？松鲜，20-60块钱。好舒服，没有干。不是这个，我问多少钱？这个乌龟要不要嘛？到好吧。啊，这不好，这压了，啃奶哟。不好吧？不啃奶。我是想买个兔子，这个兔子可以。要那么大呀？他们再次在广场上玩，这个是做什么嘛？你看我这个手机拍的这么亮。干洗不？啊？擦洗。没有吧？这个是。玩具吗？这也是套圈的。小孩子画画的哦。目测一下。好的，晴天哥，我知道了。哎。啊？他呀。
叫他就快点去快点点的。给他呀，你咋说他想玩一下这个，我等不等？我说可以啊。画石膏图的，嗯，这个你咋知道？石膏像。石膏画个小 CPT 的。是叫呗。石膏画个小 CPT 的男的。他说上次那个小西骑过那个马。叫黑啥？你啥？他是想涂这个？我看他怎么涂啊？他是想要买只猫。我能塞在里面？没有。我塞在。啊，这个是储蓄罐吗？我要你不塞在哪里？啊，他说买个大的话，就是能装很多钱。都米，这个不知道。都喵，有没有猪啊？小猪有没有？我有时候我在拍视频啊，拿着手机没有及时看到公屏兄弟。套圈好玩。我有时候我一边手机拍点素材啊。不聊不聊，就坦白意思。妈，这个是什么嘛？面的杯的杯。的杯。嗯。等一下，那产业。啊，这个怎么卖，老板娘？这不一样的价钱吗？小的是多少了？哦，都念烧哈，都乱洗哈，都他妈打烧喷。等等，这个是小的是吗？烧圆。烧圆面的，他们拿解析，不换解析，换洗白喷。等暖，红酱面的，等暖一点，洗哈圆。嗯，他说买个小的。他们说买小的就不重。好了，米的第一个。他说还有没有这个？刚才那个是个观音像吗？妈，这个男的等你呢。嗯。老哥，直播间的元老，你他稳得住是啊。这个老板娘终于开灯了。哎，这个灯就像 TK 哥的灯啊 ，TK 哥的灯比这个更大。这个就和 TK 哥的灯一样，是吗？你啥？等你哄客官 TK 哥面吧。面是 TK 哥。他们都说是的。我们喜欢 TK 哥。彩彩没上学啊，兄弟。他说旷课多了，老师骂死人。哎。还有吗？这个那个家里面有这个地方。哦，他找到那个喜欢的，他们都想要。要的话，我打电话给你们拿来。蹲吧。家里可以包给他了吗？之后呢？你得等他更牛逼了才行。我说可以了。上够了。三个的。要几个？那你这礼拜去花朵小青色了吗？他表姐买东西有时候他有身上有人民币哦，他知道付人民币。要放半个小时啊，
他肯定是拿回家了。红二姨呢？他洗不干净了呢。他洗不干净。他不干净。能用他不干净。二小个米嘞，二小把菜就煮干。哎，他用什么？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。草莓不草莓谁说丑吗？草莓有点漂亮啊。这在普洱，云南普洱。好苦，好多话不能说。这发了才好看，一喷就发了，是吧？哦，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来发起来才好看哦。他们真的要现场来画吗？我看大家都画笔了。刚找地方撸串了，他们说要回去先冲凉。啊，我上桌没来上。啊，我擦洗的嘛，很干。哦，你们做这个？谢谢760哥，感谢760兄弟。Unicorn， 多谢洗啊，不的呢。真的，他们现在来画了。这洗的路啊，不是太阳。不，怎么不是洗的？这洗完。嘿，嘿嘿，这个小朋友给他拿了个碟子装颜料的。叫老板多拿图片出来照着画。哦，这石膏倒模很容易做，很容易破的，那不是老。你谁？哦，都买了，很难跟背。他是想买只小狗啊。哦，这个有图片，照着放。不能塞洗奶什么？那好像紧吗？不能塞洗奶。这里的塞洗奶。不能去拍。这是查了上了，老哥肯定会出人头地。不了不了。给你喝牌，喝牌，怎么喝？怎么像我嘛？跟你喝牌。我想来动物，跟你走。他说想买一只小猪，像我一样的。我感觉幼儿园的小朋友画的比他们都快。黑衣服的妹子看起来有像中国人，她妹妹在中国，在北京留过上过大学，她妹妹在波桥省那边，然后你傻的四三姐嘛，金梅就是在她妹妹那里工作。查老三读书啊，还有一年。发了不干，发了可能就是。这个黑衣服的妹子确实像中国人的，和中国人没啥区别的。这是给小朋友玩的。欢迎多兰米哥，波桥，对对对，波桥也是很多打中国人的地方。发完就干了。他们要倒颜料，准备画了。是哪吗？不是。哦哦，我是有点叫 annoying。
你指望是光哥叫你上那边选一些小礼物送给其他馆给他们，可以的，你只让他们选啊，你只说你带个小吃坑两吃送了不少给他，叫烧钱两个钱两都低啊，送了不少的给他。是啊，准备到多久发这个？这个他表姐的爸爸是说好了，我们明天就回去啊。本来没有他爸爸打招呼，我一个人带他们三个人不过不出来的。哎，他意思不少。哦，我买嘛，快色了。他一块钱是。他们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心情，他们刚刚在来的时候真是很忐忑，有点害怕。他表姐应该不怕了，他表姐来过很多次了。那小哥意思有点不好看一点。我喜欢的话你自己可以，你以后画的话自己可以，是家长肯定怕，对的，是的，发财哥对。